对啊，清水高中啊。苗俊，讲后礼拜观音杯啊、哦？哎、欸，咧，詹校长咧讲，我去观音杯以前是暑假啊，那改做怎嘛？对啊，以前观音杯拢会报，不是？今晚值班人打趴到北外啊！你打法还是偏防守哈、哦，我感觉你很会防守。哎，挡回来，吓到。哦，这样歪。哇，好球！好凶啊！对啊，好凶啊！好球！好球！抢第三板。哎，送球！哦，教练，这个 nice chance， 哎呀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赚哦！
好球。逮到了。还有，哎呦，哎呦，走了，拜拜。有干，哎，哎，还有，还有，
哦，香蕉球，大香蕉，对呀、没进。何安放高高。哎呦，颗粒耶！哦，六角拍哦。你那是长颗还是短颗？长颗啊。长颗啊。哎，可惜。天灾。好球。哇，好球！很累，
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事，啊、哦，放高球是他的专长。他很会放高球啊！哎呀，就点诶，讲未止。很累，我恭喜戏，恭喜戏，没打过会不习惯了。哎呀，六角啦。没戏，哎呦，有王啊！
好吧。哎呦，呵呵，哎呦，哎，没事就是没事，啊有，啊有，哎丢杠，傻眼，傻眼，伊哎、欸、对，伊普通拢是早来啊，后当下伊值，伊那轮班的较早，可能今日轮值班的轮班的款，啊无伊普通这时阵拢会来。最近搞啥比赛？较少吼。最近我这礼拜要去竹北有一个什么哈佛杯啦。哈佛。下礼拜观音杯。哎、欸，观音杯。观音杯以前不是在暑假吗？那改了。观音杯，然后在下礼拜就台湾长青。观音杯是那个清水那个吗？是。哦，是啊。啊，还是在清水高中吗？还是不一定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场地很差。对，很差，会反光。然后地板又绿色的。去那边拜拜吃东西的。啊。对了，庙的地下室哈。哦，现在跟庄心汉打的这个前辈叫什么？谁？啊，你叫的。哇！彩萱加油！哦，这么赚。Thank you.
琪琪，要用一下直拍横打，我刚刚看你有在练啊，怎么没有用一下？啊，在我脚下。调到今天人还蛮多的，可恶，我不能打球，手痒痒的。